Su. Hua.接下来的事，我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在我们酿成恶果之前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我必须为此把自己的生命压进墙头。 如果有一天，只要像这样对我扣动扳机，就能拯救多数人的话。 凯文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凯文死了。